山区的石峰林就是张家界的著名景点之一，将军列位。都说张家界顶有神仙，我们对面的山顶上就是神仙居住的匡中平原，那里生活着世世代代在山顶上耕作生息的土家族老百姓。各位来宾，电梯马上就要到站了，感谢您乘坐百能天梯。同时还要提醒大家，森林特级防火区内请勿吸烟，谢谢您的配合。电梯开门后只有15秒的停留时间，请大家快速出电梯。故障不能运行。